跟我说一下，早上这个林佑昌他是有说，其实是你对这个案子本身没有太多了解，有点。我觉得林佑昌部长啊，要先说明白的事情啊，是说为什么那么多跟新北市发展建设攸关的都市计划相关的变更的审议，在内政部卡关那么久，这个才是内政部啊，应该站出来说清楚、讲明白，他要怎么样去帮林淑芬以及内政部自己的严当去擦脂抹粉，那是他的权利了。那我就想要请教一下林佑昌部长，你赞不赞成林淑芬所说的，侯友宜在推动卢南卢北的都市计划的时候，是在为特定的财团图利？说话可以这么不负责任哦。